从我们俩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。我不想他受到一点委屈，我离不开他。我在乎的只有你一个。我永远爱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任嘉伦，很荣幸获得了2022年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。感谢中美电视节组委会对我的肯定，感谢医生医事制片方、剧组导演、编剧和本剧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。很荣幸曾经和你们一起共事，完成了这样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。感谢周生辰，从你身上我学习并收获了很多。 还要感谢我的粉丝、家人们，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，你们的存在让我更有前进的动力。最后，再次感谢中美电视节组委会对我的认可，我会带着这份鼓励继续创造更好的作品。